Ein Siatia. Ja. Ba-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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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-de-la.唯一的一张，必须得倒吧？怎么输掉了？莫西，莫西，嗯，为什么死了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张地图好像不能玩呢、欸。嗯嗯，不能玩，因为他的告示牌不能点啦。因为它是旧地图往上。嗯。哎呀，二零零啊！我以为是在打趣，我再毁掉告示牌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加入红队啊。嗯。好啊。可是。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。没有，我的意思，它有一些书是正常的。嗯，有一些指令是正常的，有些是错的。哇，那保险还是换张地图？对啊，你看这些都不，其他的不能调、啊，应该是他的麦块的指令有更新过。哦尿。嗯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这个雪地地图了，跟雪地地图说再见了。没法到了。拜拜了，我的故乡。可爱的企鹅。嗯。你就菜。对。对耶，可是之前怎么都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但确实很久没玩这张了，好吧，我们换一下，换成原本的。哎，大家都到了没？瑞比特，咦，有我在哦。晚餐吃啥？嗯，瑞比特，还没吃。完了，又不吃哦！忙到现在呀、啊！哎，真可惜，那个地图不得玩啊！哈哈 哈, 哈，大家进来吧！真可惜呀、啊！哈哈 哈, 哈、嗯！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！哈哈 哈, 哈！没事，其他的还是可以。随机国王 ，OK， 哇，大地图，那就这个哦。常常跟观众的这张地图，我们就来内战。是不是少人？哈基哈迟到，他说他等一下在路上。好，他说等他五分钟。那玩家数八，还有谁没进来？一二三，我进来了。一居居。你这个坏蛋、啊！怎么了？一居居是颗好蛋还是坏蛋？让我们来瞧瞧。就来瞧瞧。今天只有你在，是好蛋，但迟到坏蛋。我没有迟到。那我们就来骰喽。骰，反正等一下那个哈基可以中途参战 ，OK 的。好，好。那我做，今天就三个 boy， 我做孤零零的好了。我们骰一下。哦，这个这样子完全 OK， 就是允悦你，等一下完全就可以怪哈基。好，这就是他的问题了。对，你还可以去敲门，要多久？多久？我们又不行啊！瓜哥，快来哦，瓜哥！快不行了，被入侵了。有，至少，哎，至少瓜哥不会是间谍，好不好？最少他是好的。对，至少他是好的，好不好？不会是间谍，那我们其他的就有可能是间谍喽。哎，这样你们的间谍超好猜，哎，就。三分之一，三选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就先分队，先离开，等瓜哥一秒钟，他们就会又少一个人，又少一个，红队下楼，那想要观众场的也都可以各就各位，来啦，哎呀，我们今天的阿喵是会吃节瓜的阿喵，非常感动。我这一票一定不会投给你。你吃
你好了，这个人截图只截一半的。终于会吃菜啦！瓜哥说迟到五分钟，现在已经五分钟了，所以瓜哥来了。哇，好准确哦！瓜哥，哇，好敬业！哇，你看这才是值得尊重的，有没有？说几分钟就几分钟，瓜哥，六六六。啊！可爱我，太神啦！你看，我就说阿喵，我绝对挺。这个是节瓜之国啊，节瓜。嗯，婉婉会吃节瓜吗？我超喜欢节瓜、欸。我小时候也不吃，后来就觉得不错吃了。那我这一票可能要先给婉婉。为什么？啊，我们都吃啊。是啊。啊，我们都吃啊。可是我要吃的节瓜是要烤的比较。干一点的，就是烤比较久。所以湿湿的你不吃啊？就是如果它是比较炒一点点的，我就不太行。哇，节瓜放清炒意大利面超好吃啊！天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意大利面？意大利面没意大利面配节瓜，我也是没吃过哎、欸。很好吃呢、欸，意大利面都对不起任何人呢、欸。阿喵阿喵，挤我挤我，我这里有挤，后面后面，我这里挤挤挤你们，还有我明明还不能挖，我这里有挤，我这里没有，我这里我们这里都是铁，五块，我这里有两块挤，啊有有有有有有有，你也可以，我们双人双人有十块了，十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但是我们这个上去比较可怜，我这里有三块挤，哦，那你是阶梯往上的吗？不是，我是直接下来的。哦，我是阶梯的。那我有一段的阶梯。你的洞在哪里？你的洞在哪？我有一个洞。我在这里啊，有看到吗？那个木黑色木头那边。说不定这里。另外一个方向。或者你直接挖下来也是可以。还是你要走我这边的？没关系，我跟阿喵这里也有也有。在他们的下面一点而已。三，我这边很多金诶，如果有人要，哇，差一块阿喵，四颗金哦，后面后面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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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金金金，泥娃娃铁，啊，前面，碎碎碎碎，50块，多少钱啊？有，我只挖50块啊，其他你们来，哦，这里有阶梯，他们好像还没，我等一下先去中间，啊，先去升级我的宝座，附魔台那边有阶梯的，赞。升高，升高。这个，哦，不要再下雨了。这边我的洞下去就是我的洞。你的洞下去就是你的洞，哇！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会如受教了，受教了。米弯高啊。依我所见，阁下应该是八八吧？嗯。好了啦，你不要拿我的。真是厉害啊！哇。不得了哎、欸！八叔哎，以前哇，阁下这个这么会力或说话，应该叫做八八优格吧？嗯，厉害厉害！八八优格听起来很好吃，我的花名还真的叫八八优格哎，你就是优格啊！八八优格，那你这个优格是要原味优格还是什么优格？那当然是原味优格啊！你说啊？对吧？有人不吃优格吗？对，我要把萝莉埋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如果你把它杀了，我们就知道。有萝莉埋起来了。萝莉埋起来了，哪里？这样不行哎、欸！我要去解救他。不会这样子。对啊，FBI。我肯定是解救的吧？大家都知道了，爸爸会把萝莉埋在地下室。听我解释，等一下，这夸张了，夸张了，哇，造谣哎，哦，你自己讲的，他都把萝莉埋在地下室，好扯哦。真的，我还问你，你说对呀、啊？啊，他说对啊。没有，我们都要前往爸爸家的地下室了。嗯，哇，这是我真的没想过，幸运有。哎呦，天气！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觉得内鬼应该都是爸爸了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们的地下室都没萝莉啊，就只有你哦。就这，你跟我们在不一样的地下室。没错，
你看，婉婉，婉婉家里地下室有萝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听起来很难过。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，好想要有，想要，好扯哦，爸爸。好扯哦！你怎么挖到我这边来的？我幸运中哦，还我铁来！我这边也有铁。狂挖猛挖！好像就这些了，好穷哦。我们还少三阶哦。有哪一个善心的人可以来三阶？我等一下应该可以。三阶几块？嗯，三阶要150块。你刚刚不是有200吗？啊，我升二阶是多少？一阶加二阶多少钱？哦、对。数学。200吧。哦，我先两百八。280。哦哦哦。哎，你的萝莉怎么是这样子啊？还要往下挖啊？你这只是把它埋在你的房间而已吧？你很扯哎、欸！我好巧啊！哎，原来不是埋在地下室，是直接锁在他的房间里啊！我好扯啊！FBI 来敲门，一打开看到他一眼，我刚刚在那边敲门敲门，想说这个怎么怪怪的，这个门香香的，然后还锁起来。哦，嫌犯没在抢哎！哇！这个很有够夸张，不太会嘛，对不对？凡事只有第一次啊。第一次要藏萝莉，好扯！敲门的部分的第一次还是不是你又找错，我又找到他另一个萝莉了。那个是我的萝莉，那是我的。啊！你怎么也是锁在房间都不往下买啊？我往下买了，只是你在我的埋很浅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我是 FBI， 好不好？证明我是好人，我是 FBI 解救万千的萝莉。大家可以那个把我的名片拿去，那个有萝莉有问题就扣我。萝莉有问题，救救萝莉在替换。这样 是最该被抓的是我，怎么可能？我从来不会对不对绑架萝莉，我只会让小妹妹哭而已，对不对？这 OK 的吧？哦，听起来好雅贝哦。真的。哎、欸，好吧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个挖一挖又看到萝莉了。那我们是开萝莉的家、啊。那个已经很下面了，你很可疑哦。还是我们有奴隶山还没啊？奴隶山还没。我把它毒地，我把它毒掉了。我刚刚往下买两三格呢。离开，你要离开这萝莉啊？他刚刚那个头露出来，我想说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个半砖在这里？萝莉头，萝莉头，萝莉啊！你还把人家的家拆开耶，你超过分的。然后只让他露出一颗头，对着你想干嘛？哎呀，回家！这人真的是很有够可疑耶！好了啦，哎呦，可怕！原来有牙背了，这还有这种癖好啊！爸爸好扯，好扯啊！你才扯。我们只是复述你的行为而已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国王是谁啊？我们的国王是伟大的土司喵地下。他居然这样子啊！因为他的国王是陨月啦，好的啦。原来是这样。然后巴巴之前甚至让我替他死了三次，我还记得。巴巴有啊？没有啊。啊，先票他了，先票他了。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听我解释。所以我们有要，到现在也没有人要奴隶山。好，我去。有了啦，我赚不够钱，没有，全部都是有钱。你看，没有，刚刚有一堆人有钱呢、啊，他们都拿去花掉了。跟你讲真的，我还没花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花。我现在剑还是只有铁。他们超可以，还没有钱升。我可以升了，我可以升了。我已经升了，你少在那里，我都已经升了。他在那边说，我也可以升，我可以，因为我刚刚不够钱啊。150就可以，你都已经245了，你的奴隶，你的奴隶是躲过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挖到150就上台？因为我等幸运。你是买哪一家的萝莉那么贵？萝莉是买的吗？等一下，没有，这人好扯哦，好扯啊，好扯，我会被揪哈哈。你可能有种族优势哦。这个，没事啦。哎呦！阿里阿维，这么晚是吧？不太妙。哎呦，关起来，中间我等一下还可以。
那你升了，我就去升级我的装备。我早就已经升了。那还有什么东西要买的？保险箱。保险箱可以买个二阶啊。